老婆，我爱你。高分 energy 合体，投入一封信，逼库克家宴。救命啊！可以亲了，可以亲了吗？吼、哦，摄影大哥比这对新人还急呢。三、二、一 ，yes。人家坤达跟家宴首度公开同窗，兼大喜之日，难免会紧张嘛。弟弟，这对神仙眷侣爱情长跑五年，2017年年底登记结婚，15号终于在万豪酒店补办婚宴啦。婚礼席开35桌，总花费258万，就连好久不见的男团 Energy 都合体了，看看这阵容都要哭了。我们里面最帅的就这样。特别兴奋，就坤达结婚感觉好像自己结婚，希望坤达跟家燕能够永远的相爱一辈子。可是怎么没看到初始团员 Toro 跟牛奶呢？牛奶跟 Toro 都没办法来，但 Toro 比较特别一点，他一通电话都没有告诉我说他不来，只有请人拿了一封信给我，我太太居然哭了。然后为什么家燕为什么哭了？因为他那封信很长，然后是大概2页纸，然后我就把它看完。一开始还觉得他写的开玩笑，可是你看完之后发现他这个朋友是真的很了解他，然后就觉得说天啊，太感人了！我觉得偷了一定有暗恋。今天是我们两个的日子，不要让 Energy 抢了风采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把他排去当招待。当招待也是很辛苦的，因为这场名为谢先生谢太太的婚礼简直像颁奖典礼一样，众星云集。我是见证他们从离开西车现在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对方，然后非常适合走一辈子的一对，婚姻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所以男人要撑下去。赶快为米娅还有布布增添，还有舅舅增添一些弟弟妹妹这样子。而且抢捧花桥段也超嗨的啦！我个人觉得李玉芬比较早会拿到，但是他停下来了。3、2、1，恭喜汪东城同学！看来大家都很想脱鲁哦。一群女人里最爱柯家燕的男人邱泽，婚礼强碰正牌新郎博德加，还搞笑演出抢亲戏码，娱乐东新闻。所以谢氏夫妇度蜜月打算，其实我们每天都算在度蜜月。好浪漫哦。